欢迎进入由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冠名播出的《因你而来》。本节目由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赞助播出。不期而遇的旅途，总藏着无限惊喜。你们知道今天有飞行吗？比如新朋友的到来。来人啦！萨利卡。不过初来乍到，多少还是有点拘谨和局促。而化解尴尬的妙招，只需一场海浪冒险，让燃烧的卡路里专制没话说。让肆意的水花冲散一切尴尬。既然混熟了，就带着新朋友们共同演出吧。OK 的，都不用改调了，真的吗？完全没有问题。英语小队 Plus 版会带来怎样火力全开的艳英派对呢？哦，外面在下雨哦。今天下雨好适合玩水啊。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沉淀。这个应该是清补凉。啊哦，清补凉我巨爱。清补凉可以先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凉的。早，早上好。来呀，吃饭。早。早。这里面好好吃的，有个芋头。我买了各种小面，重庆小面啊，什么牛肉小面啊，那太行了。然后点了一些大家可以基本吃的，比如烧麦啊什么乱七八糟。太好了，太好了，你太会点了，我天哪！不吃好是不可以的。我觉得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然后有一个好的体力，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舞台。我觉得这是后勤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赶快来吃饭吧，好不好？要不然我都坨了。你们吃什么先挑，我们一人挑一份面，然后剩下的给他们扣起来。嗯，哦，这个蛋炒粉好好吃。嗯，还蛮好吃的。好吃吗？嗯。发现他们这味道真的还都不错呀。你怎么不说我会点餐呢？太会点了，天哪！我真没见到这么会点菜的人。那你觉得会点菜很厉害呀？看，情绪价值来了，你看感受到了吗？Hello， 你吃饭没？我没吃啊 ，bro。这里有面。好啊 ，bro。今天要做什么？今天我们要写歌，像苏苏纳卡那样的歌。啊。我个人是认为你唱歌又好，又有才华，做音乐又好，长得也好看。对，你明天也没有表演。哦，那你写吧。对了，就是一个人把它写完，然后分配给咱们是最好吗？对呀。上次咱们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上次也是大家一起写的呀。是，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试一试，试一次新的东西。对，我觉得合理哦。对吧 ？Yes。听说了，你的那个声音好性感哦，性感啊，很感性的一个人。你可以说我是 I'm Batman， Hi I'm Batman。哇，他说完话感觉这个沙发都在震动。我明天路演就穿蝙蝠侠的衣服上去。你不是要跳舞吗？对啊，蝙蝠侠跳舞多好看。对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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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大家放一下，给大家放一下。Darling，
这是一首已经创作完成的电音舞曲，任务要求在不改变此编曲和副歌的前提下完成其他段落的创作。我们是写 verse 还是 chorus？verse 他们已经有了 chorus。对，咱们就是说，我们先确认我们这次还有没有说唱。快告诉哪个年代七零八零年？很好用。Call back 是吗？感觉这首歌百套、yes. 可以又可以我们就直接把上次的直接放进来可以哇可以、这次就是已经有了经验都不像第一次的时候还在摸索还在想要到底要怎么写啊找到路子了吧可能不然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像上次口号式对对对说三星手机我爱了爱了怎么样怎么我爱了爱了把那个爱了写爱了 Galaxy AI 爱了我们编那个舞吧我们也像上一次一样再把名字填进去对小鬼武艺爱了爱了小鬼武艺爱了爱了开启可以就每次到这一趴歌名字必须得有哎我觉得我们要再把那个阿奇阿奇阿奇那个加上那是什么我们这个团叫阿奇哦阿奇哇那现在变成了阿九哎飞行嘉宾是很重要的是添加一些当我们太当啊太累的时候你们要给我们力量我们原来的七个人江郎才尽了我们要你的帮忙试一下我来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写呀我觉得我因你而来还不错挺好的我因你而来空手来你不要见怪然后我们后面再回应他们没关系你快来再准备一天支持外卖很快了差不多一半了这样子这么快对正能量来搞那个 rap 汤汤水水爱了爱了大白米饭爱了爱了海南鸡饭爱了爱了西普凉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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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具体快让我听你说爱了爱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说爱了爱了怎么样爱了爱了就是简单一点呗让我听到你说爱了爱了没有单人间坏了坏了这节目快结束了快了快了加入录完快了快了我是这样想的一句话给他搂回去就是现在就是还剩写的什么词儿太奇怪了你刚说的是太奇怪了对就是说明我们刚就是在胡说八道啊这行哎前面你随便放可以好词儿来他们那个八个人立场不代表我哎你怎么还自己带打碟的呢有意思其实是有意思我好喜欢我很喜欢这种真实的状态就是感觉完全放开了我觉得我们写的词其实像玩音乐一样玩出来的我们都在这里面融入自己对于节目的这些小想法呀我们的人民要来了潘玮柏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大的功臣哦，两位就是我们的飞行嘉宾，歌词是锤锤帮忙的，然后舞蹈的话是沈妮她去把它给完成的。锤啊，哎，我们各分一组吧，我们要分五次。我们先唱，哒啦哒，二来，哒啦哒哒哒啦啦啦，没关系。对，然后他往那边拉。我们走出来该怎么走来我们就这么可以吧不会像一对海马走出来了吗这房间好小，不够我们 battle， 我们外面走。
女孩就 hook 的时候让他们三个在前面 V 就可以了。V 着扭啊。如何如何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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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三个女孩都漂亮亮的，她们得漂亮点，是不是？她们得漂亮点。这个，这给她跳，给我跳。咱们多加一点小动作，可以吗？好看一点，好看。五六七糟，出一个脚。如何如何，然后提这个胯，如何如何到前面去，可以吗？她等于说是这样，就是如何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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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没了，就没了，就没了，很精彩，加油啊，女士们！我们俩在后面，我们当保镖啊！嘴巴一样。你们得快要往前一点。他们跳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后面这样子，这样。很拽。我们四个男生摆出最有自信的脸，那就是完美。你又还要做了转身，再做。可以，可以，可以。吴一说他要想一个 solo， 没有没有，来来来，来来我们这边可以想一个，让吴一不会想，老坑我，没有，来试一个，关键主要是我不在，没有主要是赶紧的，我不站在后面，我看不到大家的动作，你不需要看，我们你跳成什么样，我们都跟你跳，给我跳一跳，我们就嗯啊，放心放心。二三四五六七，换一个，随便，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我迎你而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这是镜头嘛，我们可以围一个圈，然后呢就是这个圈就这样绕。没关系，你过来，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只吃外卖。喊名字。潘玮柏。张子宁。你要跳过去他旁边，然后摆头。那我要从这儿。Yes。到。Yes。我。以音乐相聚，为创作欢呼，在同频的节拍里共舞，音乐人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又纯粹。因你大家庭，欢迎每位因你而来的人，而欢迎的最高规格莫过于一顿裹挟着炭火味热浪的晚间 BBQ。 吃饭了，烧烤了，哇！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开整吧，刷点油先，来吧，新疆牛肉串嘞。他要刷的稍微油一点，是不是？不要太油，太油会太火。
来记录一下了。沈辉老师，请问你在烤什么？我在烤鸡腿。鸡腿，感觉真不错啊。干嘛？我觉得我这个好了。帮您接，尝一尝。哎，行，你先尝尝，这是他烤的。还比呢？必须得比，厨艺这个东西，我跟你说。那就由我来做这个见证吧。哦。嗯，怎么样？好吃，好吃的。来尝尝我的，你可以再来点味儿。太淡了是不是？嗯，我尝一口，感受一下。我吃你这串。其实你搞那个孜然进去嘛。嗯。嗯哼。哎呦，可以啊。什么都喜欢，什么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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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吃。哎，我烤的太少了吧？就烤了四串。嗯，没事，我这有。哇，你们都多才多艺呀、啊！哇，这扇子很应景哦，这个叫烧烤师傅，可以吧？很专业，专业，专业。要不要吃烧烤？要要要。主厨还想吃肉，对，我想吃鱿鱼。看我的小手把专不专业？可以。你要这么放盐，你要从这儿放下去。不要用那下。没事，不用假装帮忙。我是就是不好意思，真的是。我刚才也是这样子想，反正还是吃吧，重要人负责吃吧。镜头里没有人在吃也不行。没事，也不要假装那。多少人？哈哈哈哈哈。来吧，帮。我想吃这个。好。是什么东西？豆腐吗？对，香干。是不是要刷油吧？我稍微蘸一点的。这干了。谁吃豆干？可以了。我吃。好，来。这个这么快吗？干了，快。这豆干放盐了吗？你这么灿烂的看着我，是你烤的吧？你放一点料了吗？你告诉我。我蘸了油，哦，还得放盐啊！你多新鲜呀！我以为它本来就是咸的。怎么可能？你吃这个豆干，我撒了盐了。哎呦，我都看你的盐粒了，大哥，你看看，放那之后就要先放盐，它才会化掉，不然它会、再试试我这个。你这哎，你就不能烤点别的吗？你只能烤豆皮儿是吧？我还挺想吃它的。那你吃。怎么不吃了？太咸了。太咸了。播一下浪漫的歌。好呀。的发誓芥末吗？才得到你的名字。姐怎么永远心情都能这么好呢？是的。海凯他问你，他问你为什么能就是一直心情这么好。装的。
有人想玩游戏吗？有。我这里有一个有可能会起内讧的。内讧是什么？内讧就是彼此看不顺眼的。哇，本来就是就喜欢这种游戏，真的，快来吧。这个游戏哦，叫做谁是最懂我的人啊？这规则呢，就任选一个人抽取问题，你不要讲问题，你要讲你说出的那个人。哦，就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对，所有都是最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要猜出问的题目是什么，好不好？小鬼来吧，你煮了这么久，来，奖励你，你先来。张碧晨。啊？最近不想理你的人。唱的最好的人，最有个性的人，脾气最差的人。你不出声演一个给我们看。你比划我才2.0。看我，看我，看我，看我。最爱八卦的人，最爱八卦。我怎么是爱八卦的人呢？你知道吗？姜子宁今天他要唱的那首原创是写给武艺的。子宁的歌是写给你的？他叔叔写给我的。为什么？你们原来认识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我听说小道消息说今天有新人。你们知道今天有飞行吗？好，来来来，哎，胖伟博要来一个。来。我觉得是薛凯琪。最努力的人。不是。最爱笑的人，最有正能量的人，都不是。哎，你学一下嘛。你给我演好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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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容易发火的人，接近。我哪里发火了？接近。啊，是看起来最不好惹的人。哦。有的时候，对不对？不认识的话，确实有点。你要笑的时候，人家才会觉得我哪里发火了。我这个是张碧晨老师啊，刚刚才发生的事情。你演一下，因为太多形容词在这个身上。最爱生气的人，最爱阴阳怪气的人，阴阳怪气的人。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对，脾气最差的人，最易怒的人。再往上走，再往上走。最发疯发飙的人，最态度不好的人，最恶劣的人。你说什么？你们关系也不是很好，我看。很仗义，你出事了我。最兄弟的人，最 man 的人，两肋插刀的人，最适合做经纪人的人，对。会吗？应该是武艺才对。必须给。朋友们，你们是想继续刚的游戏，还是说玩这个新的？是新的呢。任意一个音乐人定好手机闹钟，然后开始互相问问题。回答完问题之后，立即将手机传入下个人的手中，并且问问题，依次类推，闹钟在谁手上响起来谁就输。哦，好玩。可以，来呗。添加闹钟，开始了。随便问。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喜欢孝顺的。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喜欢什么男生呢？我解释一下，你觉得哪一种男生是一些好的男人？我觉得男生要有正义感。OK， 好。你觉得那个？绿色、红色、紫色、黑色，你最爱。哇，这道肉好吃吗？很好吃。你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我们做的好吃？他们做的。你觉得他们做的跟我做的谁哪个做的好吃？我没吃。救命啊！怎么可以一句话这么的好笑啊？我真没吃。你没吃他们做，但你吃了我做的。我吃。那你觉得我做好吃吗？好吃。哇，丽生姐，你最喜欢你自己哪首歌？哟。那个太阳早上的午夜，你觉得你在这儿有没有交到好的新朋友？有。你觉得你什么时候结婚？完了，好为难他呀。缘分到了就会结婚。你觉得你漂亮吗？想了。呀，你想罚他什么呀？要不然你模仿吧。对，我也刚想模仿，对。模仿？对。想模仿谁？先模仿我。哇，
警察要模仿了。所以你的意思，你是每个人的习惯都看得出来了？你们每个人很明显啊，你们啊，你每个人讲一个吧。好，先武艺。武艺就是什么都可以，他说话什么。嗯，我可以，我可以，我都行，真的我都行。好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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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好，那跟弱智一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为什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凯琪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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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他翻白眼。我哪问为什么呀？很多啊，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机会？是什么？别人怎么误会？不重要，姐，我跟武艺做吧。你为什么这么想要跟他做？那为什么刚才说没有？突然又有？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样盘盘了半天，啪一个浪打过来，哎呦，多了半天。哦，我知道，子宁。啊，这么好猜吗？气死我了！我对了半天，好厉害，好厉害！萨尼就是，萨尼是有开关的人。我现在眼开，然后你们关，我立马关，好吗？好，开。开。让他开久一点，接着开。那也别关了，继续开，开多一点。拜拜。关。关了。关。开。关了，该关了，辛苦了。确实，确实是。哎，碧晨姐，张碧晨，她眉毛喜欢往上挑一点，她喜欢这样。啊啊，对对对。真的？我不同意。有有有有有有。我没有。哇，你好厉害、啊！观察能力好强、啊。对啊，你才一两天把我们全部摸透了。啊，太棒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太厉害了，好有才华哦。那我们再玩一轮，然后给他一个主题吧，情感主题。情感可以。你喜欢你爸还是你妈？心理上的沟通的话，我觉得是妈妈。OK， 好，妈妈。你希望你的第一个小孩是女孩还是男孩？男孩。你爱过几个人？三个哦，换个话题，不玩了。这不能惹怒的人，这惹怒人。你妈喜欢吃什么？你妈，哎，你这妈妈，你干嘛骂我妈？不是，你干嘛骂我妈？对我妈什么意见？你妈妈喜欢吃什么？我妈，我妈喜欢吃面条。你爸喜欢吃什么？我爸喜欢吃主食。你家几口人？七个人。目前，如果你有选择跟爸爸或者妈妈住，你会选谁？都可以。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爱啊，我爱啊，我爱啊。你对这答案不满意，我感受到了。你爸妈相爱吗？你爸妈相爱吗？被美食投喂的夜晚，幸福的理所当然。走。好了，大家好好睡个觉吧，明天我们嗨起来，动次打次，动次打次。让热量转化成能量，延续性美梦。伙伴们，好好充电，一起迎接明天电力十足的演出。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和沃尔沃一起感受守护的力量，沃尔沃 XC60 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赞助播出。跟随沃尔沃 XC60 一起感受守护的力量。本节目由因你合拍好梦同行的喜临门床垫赞助播出。爱豆好豆奶，营养多一点，破壁豆奶就选银鹭植物爱豆破壁豆奶。本节目由佩吉 3D 打印定制眼镜赞助播出。行山海觅知音，上荔枝新闻客户端看综艺《因你而来》，超多节目精彩花絮等你解锁。来呀，帮忙拿餐呀！
哎，他们不来吃饭吗？快点快点来吃饭了，朋友们。我们能准时出发吗？我真是啊，大伙儿啊，怎么回事啊？走啊，吃饭啊，干嘛呢？快点快点来吃饭了，快点吃饭，饭都凉了。走走走走走，快呀，来吃饭啊！怎么回事都？集合了呀，来呀，朋友们呀！一大早还挺丰富。哎呦，这么多饭呢！哇，我好期待今天的舞台啊！你们每一个都好厉害。我和那个凯琪姐昨天大合唱副歌的时候，我们练了，真的放弃了。你看，你开那个头还看得很好了，就是。那个旋律太难记了，而且我们那边舞步很难呢。他昨天跳给我看了，他说这句要是嘟嘴，然后。你不对，不到位，无意来一个。无意来一个。绝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话没法唱歌哎。对啊，我们要维持嘟嘴啊。哎，你试一下，你嘟嘴唱一下歌。哎，我戴墨镜正好显得更酷一点哦。我有没看过你戴墨镜？大家看。哎呦！呦！呦呦！好像哎，好像做这个变了一种气质啊，确实是好了一些。自信脸。我们晚餐大家有看到昨天我发的吗？想吃什么汇总给我，好不好？我想吃牛排。有，都是牛排，番茄肉酱意面。蜜兔蜜兔。谢谢经纪人。谢谢经纪人。谢谢经纪人。你这回做经纪人，我觉得你比较忙。好忙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经纪人天花板了。下一次当经纪人真的是怎么超越？你真的太好了，真。虽然累，但是你真的太好了。仅此一次，下次不当了。毕成杰真的挺有一个经纪人的样子，谁有诉求，他就会立马去实施。哎呦，我这首歌 rap 太难了，我光念都念不明白。先把句段，你看他的重音在哪儿？我觉得你可以这个字有点自己的味儿。如果我是个艺人，我的精神是这样的话，我就具有安全感，我觉得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对，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都在，我们该得到的东西没拿到，他就是为我们争取。所以今天这个烧烤趴没有了，对不对？好失落呀。因为下雨是吧？这雨也不下了，已经没事了，也不需要天幕，就烤呗。你们不要还先去预判会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应该动用我的钱财，先雇佣一个烧烤师傅。解放了。有按摩师，你想按摩吗？经纪人，你真的是一道曙光。碧晨就是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纪人，他就很照顾大家，然后他还陪大家彩排到最后。他也很认真的去做了自己写了自己的一些稿，是个很成功的经纪人。希望大家能吃好睡好，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状态去享受舞台。因为对于歌手来说，我相信当站到台上的那一刻，当你完成了一个你自己很满意的作品的时候，那种快乐会把你的所有一切疲惫都吹散。对，走吧朋友们，走吧。哎，好期待哦，有点小期待。哎呦 ladies and gentlemen，觉得很开心，我可以完全进入另外一个角色，好好享受这段旅程，可以在台侧，然后看看这些我很熟悉的大家，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对，我们合影照吧，来。我的辛巴老师，Galaxy S 二四系列 ，Galaxy AI 爱了，爱了爱了 ，Galaxy AI 爱了。喂，你好。喂。喂喂。嗨。嗨。哦，声音好小。外场可以给我大一点吗？因为我今天主持人，我得讲很多话。
你知道我那种，就那种我一轻轻一说就因为这次主题是这个心跳节拍嘛，想在这个串场中间问他们心动有关的问题，然后包括每个串词，我希望能够用比较精准的话把这一组搭档他们的歌以及他们的风格呈现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一组的魅力在哪里。上微博搜索因你而来，一起共创音乐会歌单，绑定你最想看的因你搭子，惊喜同框福利等你解锁。哎，快倒计时了，倒计时了，等会儿，等会儿。每个人都体验一下主持人，真的好紧张。我现在三二一，深重考验，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狂想极有深度，放松无意识睡眠。为你真心打败谁能排队？一生能量多成就都身在，要是玩够谁的六块鸡排，比起更重要的是你先。管你手中的中国配，管你身上轻轻胸中都为我配，管你身上一缕家中我配。什么都是坏，什么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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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唱，什么都是坏。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组合名字。这首歌就是叫 Play 嘛，那我们觉得就是玩音乐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成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热闹起来 ，Play Play 这样子。对。好吧，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心动节拍，对不对？所以每一组上来的我们的艺人朋友，我都准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问题给大家。你们第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问一下这样的问题，我都站起来了，我天！我就是。我妈怀孕的时候，就是怀孕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心跳开始产生。好吧，子宁呢？是学校，就是其实，在校园，你知道校园这个氛围，然后他就是擦肩走过，然后阳光从他后面洒过来，就是会有好美画面，好美，好美，好美，心动。好，那谢谢二位，谢谢。可以了，下一组的名字叫做 Listen， 是叫这个名字啊。下面这首歌，我觉得是黎明在燃烧，虽然天已经黑了，但是黎明在为我们燃烧，对不对？这是属于他们的破晓，欢迎武艺锤娜丽莎。山峰现出棱角，天幕也破晓。
为我们主要是想让大家来听我们的，是的，想用音乐让他感受。对，这次必须跟大家说，是武艺老师的一个巨大的突破。是的，第一是唱跳了，是不是？是的，随便。第二是挑战了自己现场演出的最高音，这是自己的歌，对不对？对。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我觉得破晓嘛，每个人都有就是自己破晓的时刻。我觉得如果我挑战这首歌，那这也是我的破晓时刻。哇，太好了，好正能量！天哪，为我们武艺老师鼓鼓掌吧！这一趴为你们准备的问题很有意思，请说。想一想，最近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上一次心动就是我觉得现场听碧晨姐唱歌了，真的，我现场第一次听她唱歌，我觉得她，而且这是因为我来了之后是第一个听到碧晨姐唱歌，所以我觉得谢谢您。哎，觉得呢？哎，就这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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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好好听。你们两个，你们确实是一个组合，非常棒。好，谢谢他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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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面这一组呢，我先不为大家介绍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觉得他们名字非常有意思，让他们上来自己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唱这首《霓虹甜心》。Darling, 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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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ling
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因你而来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赞助播出。跟随沃尔沃 XC60 一起感受守护的力量。本节目由因你合拍好梦同行的喜临门床垫赞助播出。不顺眼了，我也是。哼，你为什么在这里？博哥，来唱歌。你呢？偶遇了，偶遇了。哎呀，这段好像彩排的时候没有。随便嘛。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
酒辣椒又臭，想要买酒辣椒又臭，缺了不想出去走，想要买一包长寿烟，想要买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十八岁，未满十八岁，是不是我的十八岁？老师怎么会我的十八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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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里没有卡上了，是。老师，其实我们真的结束了吗？结束了吗，老师？我们真的结束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结束了吗？我觉得好像还差点。7 8 哎，不是太小，他不
你来一下，我来帮你 beatbox。我来，我帮你 beatbox。一起走，不叽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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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叽妙啊妙啊妙啊妙！太棒了，我怎么都这么有才华，我的天啊！好，好，你们这趴的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让你们心动？我觉得在音乐里，我特别容易让我心动。哇，就是如果我就是在一首什么？他说我呢？你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他说我呢？这么多人呢，胆真大。我的答案就是小鬼想要打的答案，刚刚好。我也是觉得音乐很容易对一个人产生心动这件事情。哦，对，好，他们不愧是一组共脑。我们下面只剩下最后一首歌了。然后这首歌呢，是我们大家一起填词，然后最后以一种这样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当然来到这里呢，虽然我们大家性格不同，但是感受却相通。所以只要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快乐加倍。最后一首歌到，谢谢大家。我不要你。
觉得这个舞台是我自己舞台之外最好玩最开心的一次舞台。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状态去享受舞台，你会感觉歌手跟观众他是在一起的，然后把更好的积极的能量带给大家，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舞台是很自由的，非常的有活力。我感觉哈，在海边发生的事物好像大家自然就会比较情绪高亢，所以从开始到最后观众给予我们很多的能量。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唱歌，我真的觉得其实主角不是我们，我们只是一个桥梁，观众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对，为了庆祝我们今天公演顺利，大家提一杯吧。好远呢，开心。哦呦，怎么都放我这儿，是觉得我很难吃是吗？没错，放了。哇，还行哎，这儿。可以，蛮好吃的。我们好认真啊，我们三个奔吃来的，专心吃。我们三个就还有潘帅，我们四个专门来吃，跟旁边那边。我觉得我们要先谢谢一下飞行嘉宾了。对啊，对啊，带给这么多精彩的演出。谢谢。说要给你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真的，舞步也好，词也好，都谢谢。我们要不也说说我们来这里的感受吧？可以哦。好啊。怎么还要哭了？我觉得挺失望的。我觉得挺失望的，其实。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去到一个节目里对一些人这么无语过。因为不会是我吧？我是你的搭档。为什么？我不满，我很不满。你对什么不满？我对你们这帮人，就是我感觉。我觉得你们为什么没有缺点呢？为什么没有缺点呢？那我爱死他了，真是很无语啊。对，但是我觉得跟你们大家一起相处还是蛮开心的，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的链接特别的开心。确实我最近变得比较慢热，所以在这一两天感觉好像跟大家也没有说到什么太多的话啊。但我今天一整天下来，我觉得我的能量提升了很多，就是我一下子觉得好像我已经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了。对，但很可惜，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也蛮可惜的。没事啊，明天再来啊。对，对啊，我们这个剧谁不改机票？我们每个哎，今天我们要干嘛？无所谓啊，看看你们想要干嘛，我们剧随意。所以很开心能遇到你们各位老师朋友们。我自己现在也是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有一些转变，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导致就是可能在我的这个幻想世界里面的东西它慢慢的破碎。我觉得这几天吧，不是这几天，就最近近期吧，就是我发现我很容易自我否定。哦，对，然后我昨天有点崩溃，其实晚上。
你们收到了吗？啥？今天是回国后的第一次路演，在这个心跳不停、音乐不止夜晚，请各位开启一场心跳复盘吧，指定别人回答哦。希望大家这次真的用最真实的回答，让心跳加速吧。你看了问题之后，然后指定觉得这个问题适合谁就问谁。好呀，好不好？三，你先抽。目前为止，英里之旅中最搭的搭档是哪一组？那这个问题我问小鬼吧。我觉得有好多。啊哈。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是。我觉得是子宁和武艺。啊，就是上一次的。上一次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心愿便利贴。那个给我的感觉当时是，我觉得两个人非常的配合，很默契的，很有这种。那这次是不行是吗？没有。干嘛？这次我跟子宁也不行是不是？一次骂两个人哦。这次也很好。对，我跟武艺第一期差哪儿了？你跟武艺那次得罪三个人呢、太难了。那为什么？其实当时武艺很难受嘛，但是跟子宁是这个配合默契来化解了这些所有的这些阻碍。对，但当然没有说其他人不默契，其他人都很默契。对，没事，我们一二三都记住了。我们三万子，你有什么感受？就是那一天很短很短的时间，我们便利贴都现场准备的嘛、是吗？就是很赶很赶，但是完成了一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舞台，所以就还是挺开心的。而且就子宁特别贴心，他在便利贴上写的是早日康复，要我。哇！我看到了，我当时看到那个便利贴，我说武艺这是你写的吗？还是这是子宁写给他的？我当时就我能问一个问题吗？我觉得挺感人。那个便利贴你留着呢吗？在哪儿？扔了。没有，因为他康复了，他康复了。好问题。他康复的那个便利贴就不再说了。对对，我真的很气。虽然我们都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们让大家很舒服。哎，好可惜哦，没有看到你们的合照。我们就节目上看吧。好的，节目上看。抽下一个吧。一张对吧？对对对。我问毕晨姐好了。啥问题？在印尼小屋里听过最虚伪的一句话是什么？哇哦。哇，真的有。我觉得在泰国的前三天，高清晨说的每一句话都很虚伪，因为他每天都在骗我。他最过分的一次骗我是我在吃一盘泰国的炒米粉啊，然后里面有那种应该是炸的那种葱花的那种焦的那种东西，然后他说你不要吃。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你想一下哦，这个是我们这特色的菜，虫子翅膀。因为他逗，就是我逗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神真的很可爱，就很单纯。行了，别说了，别说了。然后我对因为这个事儿，我对泰国人都已经有偏见了。他跟我说，有好的。是真的没有什么坏的出发点的。哎，我知道，没有，我们后来和解了，就是拿出来说一下。哦，来吧，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说出你觉得英里家族中唱功最好的人。首先我觉得大家有自己个性的唱法，但是因为我刚来中国没有太久，然后能看到的比较多的视频在网上的，然后感受到，然后就是学习的比较多的一位老师就是毕晨姐。因为我在网上真的总会看到他唱歌，然后他唱歌的每一首歌都会觉得让我觉得哇好好听啊，但是有可能就是有时候我就本来听过这首歌觉得一般，但是毕晨姐一张嘴就会觉得好好听啊这首歌。我说真的，我相信，我觉得是实人话。而且，他立马变接受了，接受了，还开心了，突然接受了，他真的很开心，很开心，说得好，很真诚，这真的是喝一杯了，哎呦，干一杯了，哎呦，你给潘帅再选一个问题，给潘帅好。上平安，哇、哦，潘帅，不要太难，也不要太难呐、这个很难，不要，也不要太难，肯定会很为难他、这个真的很难，是王马，最后悔的一次搭档选择，
我跟你讲，多好，我还没，我只能讲，我真的只能讲。铺垫了，开始铺垫。我做任何事情，从来不后悔。哇！哎呦哎呦！但是，哎呦，如果真要选一个的话，这问题真的有难，真的很难。算了，没有，这个不跟你有后悔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好后悔啊，就是唯一能讲的，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做最不好的事情吧，就我后悔最没有，因为这个跟路演也有关系。OK， 好，就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上一期的，虽然我看起来嘻哈，但是上一期的现场我真的掌控得很差，所以我很后悔那次没有好好准备。因为我确实一个稿都没写，我一句稿，这个是我后悔的地方。所以就是如果能再来一次的话，我会希望能再主持好一点。对，但如果真的要，啊，真的要，还是回到主题啊，不然真的，因为只有两个可以选嘛。对，我都后悔。好啊，这真的是，哎呀，我都后悔。好了，哇，这太难了，怎么会这么难呢？抽下一个吧。好，你最想对英里音乐人杠坦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哦，我指定一个人，我指定。没，所以随便选一个，这无所谓。1000 years later， 随便指一个吧。你。我选小鬼。其实我没有，我是硬讲的，但那个所谓的硬讲，你不用铺垫，直接说内容。我不行，我要铺垫 1000 years。我想要真心跟你坦白说，如果我要给你一个意见，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松弛的你的时候是最可爱的。哦，对对对对对，我真心相信他是一个害羞的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很开朗，然后因为我有一首歌跟他一块嘛，就只有我和他，有的时候他就你不熟他，你以为他黑脸，然后偶尔就是超于四个人或三个人他又开朗了，其实可能就是人少或者跟你没有太熟的时候，他是会内敛，然后比较害羞，然后就变成了你以为他不开心，但是我觉得你开朗的时候是最可爱的，而我希望就是你要多给观众看你可爱的那一面。可能我就是在找一个跟大家相处的时候最融洽最舒服的方式，找不到的时候我就害怕。对对对对对，是因为我想能够融入到这个状态氛围里面，我就会想很多。对，但你看到的那一面往往都是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比方说我跟你很熟，然后我对你玩也好，关心你好，我就好像一朵花，我就开花了，发出光芒。就是有的时候我看你开花了，但是其实我相信，因为你能开花，你可以永远都在开着花。但有的时候这朵花会怂，然后就缩起来。就是我希望你永远开花。太好了，太好了，不会的。好哇，好好，我真心谢谢姐。我觉得凯西姐很细心，观察很仔细，也是真心希望我好。她发现了我的两面，她应该发现了我在保护自己，因为她不说出来的话，我可能会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也很久，然后也不会被人发现。但是她之所以点出来之后，发现其实我好像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跟大家相处。玩完算了，还剩这个问题啊，我来问，很厉害。好，我来问。你选一个人好不好？你选一个人，很厉害的问题，对。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丢给一个人。谁？我丢给凯奇。哇，什么问题？超精彩的一个问题，你准备好。音乐家族中，你觉得谁跟你最不合？哎，我想到一个。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因你而来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赞助播出。跟随沃尔沃 XC60 一起感受守护的力量。因为音乐家族中，你觉得谁
跟你最不合。哎，我想到一个，但你肯定很惊呆，为什么我选他？你先形容他好了。子宁。啊？哪一点啊？就是我们选搭档，说的选，但其实没得选，对不对？我说我希望可以有一次跟你合作。啊，我也想啊。我不是跟你合不来，如果这样相比，我觉得你比他更害羞。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是有机会认识朋友，我希望我可以跟你更合得来啊。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就是，其实我这个人确实是，怎么说呢？我不太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最适合去跟大家相处。你不会知道的，就是你要先试，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菜不好吃，对吧？Just be together, you and I.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feels like. 就是因为在我自己，可能就仅仅是我自己看来，现在的我已经跟之前是天差地别了，但好像还是不够啊。可能这件事会让我觉得有点不知所措。现在这个阶段的我，其实我非常开心，也非常喜欢。我觉得我慢慢在找回最开始以前那个快乐的自己了。你觉得我有变化吗？跟第一次你认识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更憋呀，更裹一些。现在还好很多了，我觉得。真是个包裹。我像个粽子。但是我跟你说，我必须说一点，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变一个人了。嗯，对。所以我要鼓励你，人是会变的，我也变了巨多。我觉得其实你不用特意去改变，很多东西它是自然而然，你还是要经历，然后你自己自然而然的改变，就觉得这样它才是对的。对对对，如果你感觉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更容易放松自己、改变自己，那就多去接触，多去做。你说你多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然后可能就会快一点。是的，我人是会变的。就是每一个人也都在一直改变，他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他会改变性格，他会改变当下的所有的说话方式以及他的交往方式。对，我觉得还是要给双方留一些惊喜的余地吧。这一次录制，你觉得这些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变化？很多。首先说我的搭档小九吧，第一天他是在努力去话多，去让就是气氛没那么的尴尬。你好，你好，你好，我高清晨。你们运动吗？找个话题聊是不是？当你跟他熟了的时候，他说跟你什么都敢讲。你们俩真的不合哎，你俩真的不合。他的心里的脆弱，他也会讲。对啊，我想，好绝望啊。没有没有，还好。他其实性格很多东西都非常像我，然后武艺，我觉得他很特别，该害羞的点他还是很害羞。你走前面，走后面啊？我走后面，我比较慢热，对。但是我觉得他变开朗了。有困难我就跟节目组说找小鬼，也是一招，也是一招。小鬼，我觉得最开心是见到他。偶尔柔软的一面，内敛比较害羞，然后就变成了你以为他不开心。子宁，我觉得他就是最需要鼓励的一个人，他也很想要快速的变成比较开朗的他。就是我心里负担，我现在太丑了，不要。不丑，这人就是，我这心理负担太大了。我其实很想跟你们交朋友，很多人说你好有距离感，你看起来不好相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我表面说哎呀没有关系我不 care， 但我心里就是还挺在意这个事情的。但是有的时候性格很难改变，有的时候性格要时间去改变，你要给自己时间。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在努力的很用心的好好的在交朋友，我们在很用心的去了解对方，很用心的在跟所有的人相处，每个人都非常的享受这个在一起的过程，也很想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是还在慢慢熟悉和慢慢越来越亲近的路上。你们别紧张行吗？我们会熟的，我们会熟的，会熟的，会熟的。不要以为你可爱，我就不打你。我认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很容易走近的，但是当你想要走得更近的时候，是要花一些心思和花很多时间的。但我们可能还在这个路上吧，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都是特别好的苗头。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七个人都很愿意成全对方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快还是慢的融入，我相信走到最后，大家一定都会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朋友。性格从来不是简单的字母组合，社交的过程也并不一定一帆风顺，但请别放弃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因为社交开关的控制权永远在自己手中。那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心，总会被真心打开。慢一点，快一点，都别急，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正在靠近。感谢三星 AI 手机 Galaxy S24 系列独家冠名，感谢沃尔沃汽车特约赞助，感谢喜临门床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银鹭植物爱豆破皮豆奶赞助播出，感谢佩吉 3D 打印定制眼镜赞助播出。哎，这就是那时候吃他那个卡，感觉好久没有吃了。回来，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北京骑过来。欢迎大家将自由开放，自己选人。你要选我吗？你要选我，我就选你。我的计划被打乱了，你们先定，定不了，取决于他们俩。没有说他一定要选我，我要他确定他真的愿意。目前特别犹豫，因为我现在脑子有点乱。哎呀，我不录了。